32场次，52公斤，红卫角尤清伟，来自彰化县艺术高中，带队教练萧怡欣，蓝卫角选手林永峰，来自高雄市陆竹高中谢月玉，带队教练谢月玉。更正，带队教练谢明玉啊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日写的有点上面。如果谢明玉教练到时候看到这场比赛的时候，非常抱歉哦。比赛开始，来到第一回合。双方都在试探哦。双方位置拿捏的是非常的好，这也是由裁判叫停。防护的措施是要做到非常到位哦。啊，那以免那发生更多的伤害。这边比赛继续开始。双方开始有了动作，红卫角的拳路非常的快，做了一次假动作，这个闪躲非常的灵活，非常多的假动作啊，依旧没有啊，双方都在等待一个后手拳的机会。非常多的试探，好，哇，这边是很明显的正面攻击，看起来是有效的。第一回合结束。在准备来到我们的第二回合，抓准时机做切入，这里互相的击拳。这边连续的组合拳交换，红卫角这边尤清伟哦，看起来打得相当不错，攻势非常的猛。
们第二回合开始就跟第一回合有相当大的差距啊，那整个攻击的形态都改变了，跟上一回合比起来相对攻比较积极。这个出手，林永峰选手的反应是相当快啊！这里是一个扭抱。我脚这边的游青伟哦，这边一直不断的使出假动作，哇，这边一个连击，哇，是全全命中。相当的灵敏，这里红卫脚有轻微的防守反击，不错。红卫脚刚刚一个波旋是。有一点把自己的头暴露出来了，让红卫脚有一个切入的机会。来到了第三回合，第三回合开始。那对方发63公斤级，恭喜第二名李之宇选手，来自台北市兰州国中，带队教练刘宗泰。这边的风围是有一点重心上失误了。63公斤级冠军康奇芳，来自新北市凤鸣国中，带队教练简新之。那句直拳漂亮，但是后来重心发生一点问题哦。那这边分发70公斤级冠军黄玉欣，来自台北市士林国中，带队教练邱静雅。哦，那一句直拳有一个有效攻击。漂亮的闪躲，看来是又一个有效攻击哦。
公斤级的选手，冠军刘子清，啊，来自台北市的西松高中，带队教练高世彦。比赛结束。